他敢踹你吗？勾，勾，勾，平 A，平 A， 我扎 A，A 闪，扎。 勾，很明显，这里边有眼。哇，勾，勾，勾，回家了。我们最好是跟人有配合一点嘛。 我就别去中路了，要不我跟那小法师玩一起也没啥意思。中路是个蛤蜊，哎，那蛤蜊我可以来中。我不想跟那小法师玩，小法师可讨厌了。 小法师扛他我们，哇扎！你给我点死他！最理想的是我跟金克斯搁一块儿，哇周。 这蛤蜊让我折磨完了，折磨的。我觉得咱先来个提亚马特吧，这推线可太折磨人了。哇勾，抓，哎，回家了。中路我跟这蛤蜊玩一会儿也行。你这为什么这个派克？ 哇，扎手！哇，扎手！扎！吸过来，勾中！哎呦，我点炎我！他第二个点炎他都好了，没有血跟他耗了也。扎手，晕，还行，一换一可以接受。 把大招智能施法调一下。勾！你干哈呢？我操！
这咋这么狠呢？这哈子亮牌是吧？我好像有点秀不过他。我发现这哈子这英雄冷却时间比我短，有点厉害啊！我觉得这不公平。小伙子，你小心点。我确实有点秀不过他。我觉得我们得换个地方。往下来，你没晕过他，他好躲呀。我发现我还是得远程玩，你知道吗？不能跟人贴身儿，跟人贴身儿相当于送死。他如果不输塔，我们杀不了。去上路吧，看看这狗熊能杀吗？好像也不行。他太稳健了。可以，有钱。我给你虚弱他。上路咱们来一波啊，有点legend diary了，这狗熊啊，你给我死，死得太快了，这大招都没攒死。该回家了，我们在德克萨斯墓印了。出完这个来个啥呢？来个幽梦之灵吧，跑得快。你给我死！你是终于死一把，可不容易。快点快点，再让我攒一个。
哎呀，你为啥没死啊？没斩着，好一口我扎，我再扎。谁谁对了？收集者也行，来个收集者。我发现这大招不用太着急放。我给他虚弱，没事。我放个大招，扎 A 接棒，好了。哎，我上来了，我们家少个人啊，那不行，那得快点拆了啊。我们这预言好像有点问题，再见。我勾，我又勾，我再勾，给大招，耗虚弱杀，闪上就好了。来个水银海吧。我玩的无限火力吧，我有点一时没太适应过来，你知道吧，技能吧我们没有瞎放，这玩意儿就得技能就得瞎放，不能省就乱放。这个被基本上两下就死，丢梦。好痛啊，我那第一个扎没扎出来，我靠。我一个扎一个平 A 接个大招他就会死，但是他先把我坑住了，怎么我这隐身了让他给我先走了。哎呦，这蛤子好幼好幼的蛤子，幼蛤，再见。漂亮。投降了。